难不成你觉得是我害了他？碧瑶，我知道你不会害我们，只是我想知道牙燕草到底有什么来历，它能不能解毒？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牙燕草是苗疆圣女玲珑寂灭时身边开的花。那这花和解毒有什么关系？你只要知道这毒和兽神有关就行了。反正如果是万毒门下的毒，他们一定就是用兽神。反正不知道他们在练什么鬼东西。圣女玲珑的力量可以克制兽神，或许可以解毒。鬼王宗、万毒门、长生堂都得到了兽神之血。那这兽神之血有什么用处呢？你怎么知道兽神之血？谁告诉你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在弄什么鬼东西。可能他们在用自己的方法研究和炼制蛊虫。我知道了，多谢了。就这样。你去哪儿啊？去找小凡。算了算了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不必了，你也是魔教的，和万毒门是自己人，这样交起手来恐怕没法跟你爹交代。你以为鬼王宗和你们正道一样啊？思想龌龊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我告诉你，我只不过是把人找到，省得你们清月门的弟子再冤枉我。小凡可能就在这附近。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！别喊了，如果有敌人就打草惊蛇了。从这儿走。你们青云门的人来余都做什么？有多少人来空桑山？青云门的计划是什么？说。小子，你看看，你小心我把你弄成像他那样，成为一个没有意识、只知道杀戮的怪物。我是不会说的，你死了这个心吧。很好，可惜啊，真是可惜了，门主。我看不如把他抽筋扒皮，送回青云去。那岂不是太浪费了吗？这么好的材料，又修习青云武功，应该把它做成药人试试。你先把他身上的武功吸掉一些，免得和毒性中和了。多谢门主。你看，蜻蜓全朝着雾里飞。我们从天上飞过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这雾里有毒。你在这站着，我去看看。碧瑶。你放心，我小时候服过毒神结盟时送来的辟谷丹，万毒门的法术对我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。
这里面一定有万毒门的弟子潜伏着，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。这样吧，我先去诱敌，你去查看。如果找不到小凡的话，不要耽搁，马上回来，我们再想对策。 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嗯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但是那边好像有个地道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不行，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。要是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能通往地下河呢。可是，这里应该就在万毒门的附近，说不定那个地道就是他们挖的。运气要不好的话，再回到那个山谷，我们连小命都保不住了。 谢谢你救我。要不是林金宇三跪九叩的让我来救你，我才懒得管你。金宇，他还好吗？他。
应该没事吧？这时候说不定在拖着万毒门那帮蠢货兜圈子呢。那就好。你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，你还有心思担心别人呀？我跟靖宇从小就是好兄弟。从草莓村的时候。嗯。那进了青云以后呢？进了青云以后，靖宇因为天赋高，很快就成为了戒律堂的首徒。嗯。而我从小就笨，学什么法术都学不会，还常常挨师傅的揍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算我怎么努力，我都学不好。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连闯了好几关，最后呢，我还是很侥幸的胜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。后来他们就说我学的都是旁门左道，说我进了魔障。你用真本事打败了对手，他们看不懂就说是旁门左道，凭什么呀？真是迂腐。他们也是为了我好。青云是我的家，从小师父就教我说学好本事就是为了保护天下苍生。后来到了余都我才明白什么叫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我才知道仗剑行侠并非一定要靠武力。这个天下这么大，想要保护好身边的人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。我娘就是为了保护我而死的。有时候我会想，有一天我死的时候，身边会不会有人守护我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你送到最重要的人的身边的。最重要的人？你不是还有爹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我就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保护好你自己的小命，别拖我后腿就行了。一帮废物，中毒的人都找不到。那小子中了毒，应该是跑不远的。那就跟着血蜻蜓去找，如若再找不到，后果你们应该知道的。
Thank you.
夫人呐，今天我这眼皮一直在跳，你说会不会是老七出了什么事儿？别瞎说，咱们小凡运气好得很呢。嗯，运气这事儿可说不准。前两天曾师弟的儿子给他来了封信，说是于都城里现在有不止一派魔教暗中潜伏，危机四伏啊。既然危机四伏，掌门师兄为何不再派弟子前去呢？掌门师兄认为现在于都城里情况不明啊，又掺和着未来城主之分，一个是青云的少年，另一个呢是焚香谷的晚辈，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有些事情啊不便插手，而且更不便派新的弟子前往，有些事情啊还是让他们自行解决吧，免得打草惊蛇。若真的是正魔两方交起手来，不知会伤害多少无辜的百姓啊。魔教行事向来阴狠毒辣，当年师兄也遭过毒手，我真怕小凡他会。哎呀，好了夫人啊，不着急，你不是也说嘛，咱们老七呀、啊、那运气是好得很，哎，他是机缘非常啊，放心，没事儿。再说了，咱们还得等着老七回来给咱们养老做饭呢，这老六做饭的手艺啊太差了。哎，你看，我这两天都饿瘦了。姑娘，这小兄弟身中剧毒，落牙时又全身经脉寸断，现在毒性已散发至五脏六腑，即便是大罗金仙出现也无法救得了他。不会的，他一定还活着，你们不是仙人吗？求求你救救他。即便是仙人也无法救得了他，更何况我等只是隐居山中的凡人。姑娘，生者祭也，死者归也，你节哀顺变吧。不会的，我怎么会死呢？不会的。牙柱，这山谷之外的毒瘴越来越浓了，万毒门已经派出了手下搜寻整个空桑山，再这样下去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的。牙柱，你收留他们只怕会引来更多的敌人，万一到时候这灵石……罢了罢了，不必再说了。此地灵力充沛的非同寻常，小凡虽已气绝，却仍有一缕神识未失，被留到了法宝之中。那又如何呀？晚辈斗胆推测，是因为这崖中灵力的作用。你很聪明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我父亲是鬼王宗宗主，习鬼道，穷极一生都在研究生死及续命之道，是以略窥门径。实不相瞒，姑娘猜得不错，这灵气就蕴藏在这神石之中。此神石名唤天地明石，
我等也是无意之中，在谷内寻获此事。我等迁到此处已有数百年，神石非但令我们长生不死，更托起整个观星崖，构成结界，隐匿于山中。这个地方是整个空桑山，甚至是山下的余都城，灵气的源头。空桑山万物欣欣向荣，植物药性深厚。 溪流途经峡谷，将蕴含灵力的水源带往余都，是以余都草药叶繁盛。所以，是这灵石的力量。正是。只可惜，这明石的神力，经历了数百年，已渐渐衰败下去。雅主，求你。姑娘，我等既求飞升，当积善即以功德，何以见死不救？ 只可惜，这神石关乎我满村性命。一旦发动，救了你那位小兄弟，明石的结界势必被削弱。数百年来，你们二人误打误撞，是唯一闯入我观星崖的外人。可见冥冥之中自有缘分。可是强敌在侧，恕我无法援手，还请谅解。那如果我将万毒门的人引走？ 或是铲除呢？别动手，饶命，各位少侠，饶命啊！我这只鸟啊，最喜欢吃人的眼睛，而且。 他还能分辨得出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在说谎，说谎，所以你要是再说谎的话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不客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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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什么都说。停。是我们门主想炼一种药，才把我拉到这儿来的。什么药？为什么选择在空桑山？空桑山。 一直以来是灵地，灵气充沛之地，这里的灵药，包括余都，都长得很好，所以我们门主就在空桑山的山谷里试验它的新药。新药？新药是什么药？是一种毒血，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。我们门主用血来养花。 再用灵气种出花草，再喂给蜻蜓吃，毒性进入蜻蜓体内，最后再用蜻蜓，去炼制出它想要的药。我就知道这么多了，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！严护卫。 金平儿下毒之事，可有进展？未曾问出解药。这就是你们在空桑山上抓到的人？水源污染的源头我已经找到了，正是万毒门所为。他们在山谷里还藏了许多人。什么？给我一个使臣纠集重围，前去清剿空桑山。不可！山谷里毒瘴弥漫。 你的人生还有很长很长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
崖主，张小凡就拜托你了。姑娘，情深不寿，惠及必伤，你可想好了？崖主，你可能误会了，他只是救了我的命，我不想看着他死，仅此而已。那若我说此人与你命中注定，纠缠一世呢？若你今日救他，来日若因他而死，又当如何？你二人气运交缠，犹如风雨中的大树，时刻倾覆。据我推测，终非善书。命运有限，离合不可期。人生在世，眼下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今天不去做，却看着他死去，我终将会后悔一生。哪怕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惜。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若没有回来，还请崖主。崖主也不必勉强，为救他而置全族的百姓于险境，就让这事随风去吧。血骨，终于被我练成了！恭喜门主，贺喜门主，大功告成。那两个人怎么样了？门主恕罪，属下已经尽力了。中了本尊的毒蛊，没有解药，应该已经中毒身亡了。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好像是鬼王宗的人。哼，只要有血骨在手，何惧鬼王宗？可怜鬼王白白得到此样宝物，竟然不知道怎么下手。门主，门主，门外来一女子，自称是鬼王宗朱雀圣使幽姬。还好幽姬讲过她与毒神的渊源。幽姬，但愿我以幻术冒充幽姬，能骗过这老毒怪的眼睛。好久不见。真没想到你会出现在这儿。你不是也在这儿吗？何事这么开心？不会是因为我吧？自然是因为你，不过倒是有另外一件喜事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是我刚炼出来的新丹药。来，你看看如何？我就开门见山了。鬼王请你结盟协助。以万人网的脾气，居然还需要旁人来协助？现在我们一盘散沙，各自行政，如若不结盟，自然不是青云门和其他正道的对手。我来此也正因此事。这恐怕是万人网想倚仗我万毒门，帮他找到万福古窟吧。哎呀，帮他这个忙也未尝不可。他出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
不及，让我们先好好叙叙旧。这是我炼制的荧光绿叶，喝了有助修为。你看看你，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样子。你不也还是这个样子吗？哎呀，不瞒你说，自从在总坛那一夜后，老毒鬼无时无刻这是在试探我，念着你。什么那一夜啊？说的跟咱俩有什么似的？你不就是给我唱了一首五音不全的歌吗？你还记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在我心里面。可你说说你呢？身为朱雀圣使，为什么要在鬼王手底下？到底是什么条件？你能不能爽快一点？我要的条件，我只想让你陪我多说说话。帮万人网，好说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不是就一个条件吗？你离开胡七山，到我万毒门来。门主，禀报门主，青云门的人来了。多少人？两个。我先收拾他们。有金，等我。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
心。